是呢，后他山做到了。后来在一线唱的这个事，那个时候我们的产品赚钱多，他们成千上万的靠一些烟厂的建言倒卖变成富翁了。像有几个香港人看得你太寒酸，我呢在这个时候也有一点东西。人在那个别的错，你认为错了，错可以改正，所以这段呢一项不能写下来。一个企业家，他的企业一定要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社会多创造利益。作为了中国字，而且我是拼质量，干那样一定把它干好。我做的企业不管大小，我走向八方多拿手，我自己这个初衷始终不改变。我到85岁以后才感觉老，做不动了。他们现在乖，我的些儿子了、孙子了，在搞了，让他们可靠。